这太喝之水太神奇了。这位老板呢，我没有见过面，就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来的。他讲他有尿酸，有痛风，所以在十三号跟我讲的时候，我14号就拿水给他喝，我只是拿3厘的给他，我就叫他1天3厘的喝完。他刚刚在早上3厘的就喝完了，喝完过后还去我的朋友家再拿着那个大瓶的，就大概是6厘的水。他刚刚下午的时候6厘的水跟我喝到完，所以一天里面他喝完了那个9厘的。然后他一直上厕所，我就担心，问他说你肚子会不会胀？他讲不会哦，喝到很好，然后一直上厕所，就是在那一天里面哦，他喝完那个水，今天是15号嘛，14号他喝完那个9厘的，十五号就是今天。他喝完过后，他拍给我看之前之后的，你看，全部好到完了咯，消肿，然后那种红肿也没有了的，而且他很开心，很开心。